一个人是疑问，两个是答案。你向天空提问，天空的答案在风中飘扬。你向风提问，风的答案在旷野之上。你向旷野提问，旷野的答案是互相抵达。爱是无解的命题，两个人是最终的答案。大家好，我是挚爱研习官蒲艺昕，和我一起上芒果 TV 收看真爱至上，看天才们如何找寻抵达彼此的答案。